I cannot afford a new house. 我买不起一套新房。这里的 afford 的意思是负担得起、买得起。它和 pay for 这个短语都有买的意思。但是 pay for 强调的是买的动作，而 afford 强调的是买的能力。像例句中所说的 ,pay $10,000 for a new car 中的 pay 说的就是把钱从腰包里拿出来这一个动作。而 I cannot afford a new car 说的就是自己掏钱的能力有限这一事实。但愿有那么一天，我们都能够自豪地自己说 I can afford a new house now. 我现在可是能买得起一套新房了。